发亮咯啊，那我们发亮了，好真的觉得观众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们超级关心我们的身体状况，我真的觉得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了每当我们只要一露个面，他们就会说你可不可以去减肥，这样子你比较好看听起来好难过哦我都觉得哇，忠言逆耳嘛，果然观众是我最好的朋友哎，不要欺负穷人啦！我其实也蛮穷的。胖子去减肥啦！而且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东西最好笑。最好笑的是什么？就是因为我前几天不是有 po 一个短篇故事嘛，就跟你们吃饭那一次。然后那一次呢，我是照你们嘛，完全没照我嘛。然后他在留言说：“你可以减肥一下吗？这样比较好看。”我想说，你是在跟谁讲？哇，太坏了吧！他是说哪一个人啦、啊？没有讲，他没有讲，是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我不在里面啊，你还这样讲，那你的意思是怎样啊？哇，低土炮不行哦，很受伤。来一个名额嘞，这样子不好吧？这个对啊，不过我们要想的正面、乐观一点。他是关心我们的健康，对，他是关心我们的健康，他只想说我们肥。对，他只想说胖，对，不要想胖，好难过、哦，想想就不知流下一滴泪来了，殊不知这个泪其实是觉得难过的泪、啊、真的难过的泪，小雨下面难过自己今天没吃饱，还要被说话，对，还要被说话，哎，真的是不说了。说了，这世界永远不缺歧视，没有啦，永远不缺一个胖子。谁受伤？谁要受伤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这里有人听受伤的声音。我以为你听到的是我的心在受伤，是不是快溺死了、啊？他是想要弄那个箱子 啊？我觉得有可能，有可能那个位置是箱子的有可能，有可能。搞不好，搞不好放个管，他既在弄吧，他被地雷炸死。放个箱子。哦，他是放地雷，我听到在敲玻璃吗？他在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巧克力在弄，还在弄，他在弄敲玻璃的声音。我去换一个，敲玻璃。我有600块了，我是不是要该去弄他们的、啊？那个是谁？你要弄他？杂货吗？可是你600块，你要怎么弄？他们的水下屋用的吗？他们水下屋用的吗？他们应该放箱子了吧？刚刚那个哈基有去。这样子就要拿木镐去。对。哎，这什么烂材质包啊？放下去还是宝箱怪的脸。宝箱怪的，就是眼睛跟牙齿啊，有眼睛牙齿。太强了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先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奴隶生满了吗？满了，满了，满了。问谁谁谁直播会被ban吗？会啊，你可以问问看哦。然后你就被ban，然后你就再也不能讲话了。小雨小心，这个是石头啦。骗不到，不好玩。好，这是他吗？我去骗个海灵石过来。好，这里二零是不是想开炸了？啊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二零，刚聊明明就超多话题，明明就很好加，你都不聊，对啊，刚都不加入我们，是 TNT 比较好，我刚用 TNT 啊，哦 TNT 不是一颗一个吗？或是两颗一个？哦，一颗一个啊，我要出去玩了，哎、嗯、呦，看到水下 ID， 我要出去玩了，出去玩了，所以他们刚刚，哎、欸，二零，水下踩压力板有用吗？压力板，他们刚刚就是踩那个地雷，一样吧，一样就是炸掉啊，炸得掉吗？应该炸不掉吧？干嘛、啊？可能是他先发亮哎、欸，他不是用地雷哦、喔，他、欸、干、啊、嘛、啊？这个那有什么问题呀、啊？是踩到地雷死掉，哈基跑到我们这里了啦，他不知道干嘛啊？要不要我帮你死？你想干哦？我亮光快结束了，剩6秒。哦，好，然后第二波又来了，我再帮。第二波又来了，
那就杀了我吧。来吧，花亮跟我说一下哈。好啊，好，目前是没有啦。嘿，我在看着国王附近的人。国王在。那恶灵不讲话，我真的觉得怕怕的。哎、欸，我听到了。我很有，我听到在爆炸。不是，我听到游泳声音。哪里？游泳。游泳声。游泳声。游泳声。呦哦，兔子摔落的声音。嗯，我吓一跳。兔子摔，哇，好久哦！等一下，太久了吧？有没有清水性之类的？可是没有，我有办法把它挖起来吗？快挖掉了！挖掉！哎，挖掉了！哈哈！哇，你最棒！哎，我以为你会先挖掉再炸、欸，哎，啊？当然是要先挖掉啊，对吧、啊？哦、你洗的，呜呼哇！哎、欸，怎么没有炸成功？又缺几康了吗？哎、欸，怎么炸这样子的啦？得啦，得啦，怎样？得啦，他炸的有点歪啊，歪，歪歪的，这是歪歪的。听说哇，你被坐着呛啊！抱歉，被坐着攻击啊！只是跟你说一下这个原理，嗯。他不尊重你耶，投他。不行啊，恶灵，你可不可以讲点话？他把你当白痴啊，不讲。哦，他们又放了一个啦！哦哟，哎呀，恶灵到底在盘算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干嘛啦？啊！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要好好帮助这个国家、啊。哦，真的吗？走向灭亡是不是？为什么画面有点卡卡的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热？等一下，这样好，这样子我怎么炸？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画面太卡了吧，动一下就卡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一下哦，是不是有什么在吃我的记忆体啊？Steam 在偷更新，有可能 Steam 吗？有可能 Steam 每次都偷偷更新，而且都硬要选在我们在直播在开台的时候，超多次都这样。然后网络为什么这么卡、啊？哦，他说你在看开台，我把它关掉，我把 Steam 关掉。开台台一台、欸，好像真的顺了、欸，真的是，好像真的顺了、我的牛排，我的牛排啊！哇，我们的鸟被炸成这样子了。我们的鸟，他们在玩鸟。对，我原本想说要去玩他们鸟的，说，那我也改第一条了。是谁？你有想法吗？我觉得二零今天有点安静。我也想投二零。我们三个都有赚分数。安静并不表示间谍啊。通常间谍就是那种积极发言，就是带领国家走向灭亡。你是说国王吗？不是啊，所以会不会你会不会你就反其道而行啊？刻意很安静啊？对，二零你在紧张什么、啊？代表了扣一百分而已嘛。好好，对啊，一百分，来吧，证明我的清白吧，来吧，一百分而已。哎、欸，我来吧，来吧，放弃投票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二零，来吧。哎、欸，对。哎哎哎哎哎！等一下，欸、他突然换行，我点到我自己。白痴！白痴！好要！好要！他怎么突然换行了？哎，他寄回来了，先去做事。哎呀！回来了！你怎么没有做到间谍该做的？他突然换行，我也不。哎呀、这个设计不良啦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也不是我的。刚刚我们原本要投二零，结果刚好一换行，然后有两个人瞬间点到变影月。对啊，我点到影月了啦！我确定我是点二零啦。我没有点哦，我没有点哦，不可以怪我。等一下是哦，好吧。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谁是间谍，气死啊！哎呀，搞不好是刚刚那个点错那两个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错的哎、欸、那这样就是团团了哦。啊，我点二小雨你小心团团哦。危险哦，随便你们了。
没有随便他，你小心他就好了。我只觉得现在有人一直在带风向而已啦，不好说。我觉得除非是我刚刚尿尿没看到自己的那职业是什么啦。没有，没有啊，那时候你应该回来了。那时候你回来了吧？等等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对啊，可是你打字吧？进游戏才知道，不是吗？看一下哦。对啊。啊，我的聊天室不见了。你被洗掉了，对话记录不见了。星期天的星期天他就不见了吧？这个人怎么那么无聊、啊，在那边拆我的桥？哎，下去啦！哦，原来是哈基啊，只是验了一个忠诚回来。没有，哎、欸，你知道我刚才故意演戏的很像哎、欸，我还故意拿了一个地雷，然后自己炸自己。哎、欸，谁炸我？有啊，我还想说，哎、欸，水下物可以用炸的吗？对啊，我想说，可以踩地雷吗？这样比较便宜吗？好聪明哦！哎、欸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我把泱泱的两招故意只用石头挡而已。啊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丢他们水下屋，结果一堆人来打我。哎、欸，那无效。不对，那还是二零机会很高哎、欸。对不起，我刚刚以为二零已经排除了。没有，二零没有啊，我排除而已啊。欸、我跟你讲，跟你讲，跟你讲，要去炸泱泱。他的无敌跟瞬移不知道为什么被我骗掉了，他又把他丢出来了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他刚刚我接近他，他先直接开无敌，然后就什么都不动，他也跟着我不动。啊，他无敌结束之后又摸他两下，他又拿瞬移又顺走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就去跟他玩了。要不要去？要不要去？我要去找他玩了。我要去找他玩，我要去换个瞬移来跟他玩。去了。洋洋在哪里？我们地洞有一条挖开，你下去楼梯之后，右往他们的右前方一条洞。我们需不需要给他发个光啊？可以发光一下，发个光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好，二零你不要挡在提款机前面啊！你是要偷提谁的款啊？你想干嘛？背包，整理背包，整理背包。哎、欸，不要嘛！哎呀。我发光哦！是不是有人在射箭啊？对，箭，他们射我，他们在瞄。然后刚刚也不是箭矢跑过来，我真的有吓到了。应该是榴弹。原来是榴弹呢、啊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洋洋在哪里？洋洋在哪里？等一下。拿着刀干嘛啦？很恐怖、欸。我们能拿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又砍不到你们。哦哟，你是不是很想砍我们？哦，这个。这个发言我怕怕的。要防卫，就以防有人来我们家打架。你说你砍不到我们，你是真的想砍我们吗？哎、欸，我们家的被炸掉了，我们家被炸了，有人在炸我们的鸟。哦，死了吧！等一下。有人炸我们的鸟，这条路可以去他们的鸟，对，很远。好，我到他们家了，可是他们家地洞没有人呢、欸欸，地洞没人，他们的地洞没有人啊，那跑去哪了？他们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去多买点见识。杀人时间哦，谁的哟？中间那个是谁啊？中间那个敌对是谁啊？中间那个敌对。啊！碰我的屁股！不知道啊！碰我的屁股！那个炸我们鸟的是不是回去了？是吗？嗯嗯，诶，没有，有一个在上面，是不是？没有吧？他是抛物线射过来吧？哦，无计事啊！我看有剑士在。你怎么拿着经验瓶到处走啊？拿金也不行，拿金也不行，我拿什么都不行啊！对啊、哦，所以他们现在都在中间，是不是啊？他们都在家里面，他们都在家里面。还有一个在哪里？都在家里。好，对，他们都在家里面，四个。哦，没有，他们本来就是四个。你直接炸他们家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炸一炸一炸一炸，炸炸。没有，刚炸了。好，他们都在家里耶，他们在想干嘛、啊？四个人都在家，刚刚有一个在炸鸟了，后来回去，应该是回去补炸弹还是干嘛？嗯，有可能。巧克力跑上来。嗯。二里，你一直在那边后来又去，你在干嘛？你想买东西？你想买什么东西？是吗？塞鹅蛋啊？怪怪的。是买地雷啊？啊？干嘛买地雷？要买就买手榴弹。
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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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没看到你在对面丢我们人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是炸人家的那个矿道？你说炸是谁？我我丢了。哦哦，其实那是我丢的啦。哦，我是倒出什么东西啦？哦，天哪，你乖乖的哦。你讲讲，二弟你怎么啦？你怎么这么紧张啊？没有，就是为什么那个？嘿，谁在炸我们？哎、欸，这是我们哦，不是，那不是我们的，这是对面的老的鸟啊，天梯上的鸟，对面的鸟鸟鸟。我还以为是我们，吓我一跳。没有，我有再三确认过了。首先是我啊，巨人机掉下去了！哎哎哎哎，炸到！